小树蛙到狐狸猫家做客，两人坐在沙发上聊天。小树蛙突然想上厕所，站起来时不小心勾到电话线，结果电话掉到地板，导致听筒裂开，掉出一块电磁铁。小树蛙变得很紧张，生怕电话坏掉，急忙道歉。但狐狸猫看了看，觉得没有大碍，便跟小树蛙说：“没事啦，我等等再组装回去就好。”小树蛙松了一口气。不过小树蛙想知道狐狸猫手上捡起的是什么，狐狸猫便解释：“这是电磁铁，听筒中的电磁铁会因电流而产生磁力，前方的金属薄片则会受到磁力大小的改变所影响，进而震动并发出声音，所以我们才能透过电话听到对方的声音。”小树蛙觉得很神奇，电和磁之间有什么关联呢？其实在西元1820年，丹麦有一位科学家叫做厄斯特，他有一次在做实验的时候，发现导线通电时，周围会有磁场产生。这个发现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，并开始研究电与磁的关系。狐狸猫向小树蛙提议要不要做个实验，因为只要拿电池和指南针，就可以看出电是会产生磁场的。小树蛙兴奋地答应了。首先，狐狸猫和小树蛙要来看一下长直导线通电在流后周围的磁场。狐狸猫先将导线与电路连接，再把指南针放在导线上面。小树蛙发现磁针动了，这是因为电流会产生磁场，而指南针内的小磁针 N 极会因为磁场影响而转动，这种因电流而产生磁场的现象就称为电流的磁效应。小树蛙继续问狐狸猫，他想知道如果把导线放在指南针上，磁场也会改变吗？狐狸猫回答：“会哦，你看磁针的转向不同了。其实指南针内小磁针 N 极的指向就是磁场方向，而电流方向如果不同，所产生的磁场也会不同。所以如果我们将正负极颠倒的话，磁针转动的方向就会相反。”狐狸猫提了一个问题，想请小树蛙回答，请荧幕前的你也一起帮忙想一想吧。狐狸猫继续向小树蛙补充说明，法国有一位科学家叫做安培，他在深入研究后发现，导线周围磁场强弱和导线上的电流大小成正比，和距导线的距离成反比，而如此具体描述电流磁效应的大小与电流的关系称为安培定律。而指南针若离导线越远，所感应的磁场就越弱，磁针偏转的角度就会变小。小树蛙听完后问狐狸猫，那电流越大，所建立的磁场是不是就越强，磁针偏转的角度也就越大呢？狐狸猫回答：没错，你看多加了电池后，磁针偏转的幅度也更大了，但是磁针的偏转角度只能表现磁场方向，并不能完全呈现出磁场强度哦。小树蛙回应狐狸猫：对啊，我看到这个磁针紧贴着导线时，最大也只会指向西，角度只能偏转90度。小树蛙和狐狸猫接着进行下一个实验，他们要来看看在流导线周围的磁场变化。狐狸猫拿出一张纸板，将纸板架高摆在桌子上，并将导线穿过纸板，再摆上四个指南针。小树蛙则帮忙将电路和导线接上。当导线通电时，长直在流导线周围的磁场方向和电流方向互相垂直，而各磁针 N 极指向不完全相同。小树蛙接着想知道有没有更直接能看出磁场的方式。狐狸猫回答：当然有，只要把铁粉撒在导线旁边，就可以看出磁力线的分布情形咯。
于是小树蛙兴奋地撒起了铁粉。铁粉呈现一圈一圈的形状，小树蛙觉得很神奇。从铁粉的分布图样，我们可以看出导线周围的磁力线形状是以导线为圆心的封闭同心圆。像狐狸猫刚刚说的，磁场强弱和聚导线的距离成反比，所以离导线越近，所建立的磁场也就越强。做完实验后，狐狸猫又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想考考小树蛙，请荧幕前的你一起帮忙小树蛙想一想吧。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，电流会在其周围产生磁场的现象，称为电流的磁效应。电流磁效应的强弱和导线上的电流大小成正比，和聚导线的距离成反比，且所建立的磁场方向和电流方向互相垂直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。将一条长直载流导线穿过纸板，并且在 A、B、C 三点放置磁针，你觉得哪个磁针偏转角度最大，哪个最小？